小菩萨吉祥，吉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昭群。你叫林昭群，你是谁的小孩啊？林耀凤英。林耀凤英的孙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平常你在家里有没有读经吗？有。有读哪部经啊？波雷波罗蜜多。还有没有呢？你会不会念大悲咒？会不会念？不会哦。那有没有念佛？有念佛，每天都在家有念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棒哦。那你可不可以背诵一段心经跟我们分享呢？好，开始。邀请小菩萨帮我为我们背诵一段心经，开始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雷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自亦入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波雷波罗蜜多故得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缘，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依波雷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波雷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波雷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三揭谛。菩提萨埵，波雷波罗蜜多。哇，好棒啊！好棒啊！